提名一位符合民意啊，最多民意支持，用一个公平、用一个公开、透明的方式，尽快的能够让我们国民党候选人能够出来，同时党内大家要能够团结一致。所以我希望党中央，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，各种声音都有，但是尽快的整合所有不同的意见，让我们有一个公开透明的一个初选机制，用最多民意的支持是最重要的。当然，党员的意见也非常重要，最多符合民众支持的意见就是最好的一个提名方式。